好啦，開始睇今日嘅賽事啦。第一場咧就係五班長合路程1650米啊。睇啲票數啦，第二滿馬咧就係潘頓嘅坐騎啦，滿載而來啊。咁啊，最後階段咧就4.1倍啊。咁啊，有啲咩馬起飛咧？見到紅旗飛將落對9倍啦，可攻可守咧就落對12倍。莫雷拉呢一場咧，其實荷蘭風車喎，最後階段回飛喎，回到上6.7倍嘅。頭場五班馬跑1650米嘅。好啦，咁一 A 步嘅時候咧，出得都算齊嘅，因為前面快少少，中檔嘅大寶富快啲啦，內檔紅旗飛將咧，見到咧好直嘅個梁家將啦，打佢兩邊先。喺佢內側咧，仲有隻豐盛人生啊，大寶富內側至真，外檔埋緊嚟就非凡者啊，荷蘭風車揾位攝落莫雷拉。喺佢內側咧，仲有隻通勝嘅。咁然之後個馬啦，鐵蘭有金武士啦，拍住佢就金叻星啦。咁再之後嗰陣啊，三匹馬噶，哇！不過外調嗰只滿載而來就麻煩啲啊。喺佢內側嘅當旺財啦，然之後咧先至見到咧，仲有咧就金樽輝煌嘅鐵蘭嘅，包緊咪暫時就可攻可守，攝咗埋內欄啦。好啦，轉到對面嘅時候咯，步速唔慢噶，呢度咧27.54秒第一段咧，大寶富雖然帶出嚟啊，不過用個幾快嘅速度帶嘅，非凡者就跟住佢，咁貼欄第三位紅旗飛將啦，拍住佢豐盛人生啊，嗱呢度見到個步速就快啦，因為咧拉開咗個馬群嘅，伏住喺第五位咧就荷蘭風車嚟嘅，拍住佢內檔啊金武士啦，通勝就唔走內欄嘅，走二疊嘅啫，喺佢內側金樽輝煌就上咗啲，咁呢個時候外檔啊滿咗而來，哇23.99秒呢度走上佢，你孭住咁重磅掂唔掂噶？尾三位就金叻星啦，尾當王搶外檔上咗啲，包尾紅衫仲係可攻可守。落大石斜坡嘅時候啦，步速咧係快咗段噶啦，開始就轉弱噶啦。前面啲馬有可能啊，因為五班賽，大寶富仲帶頭噶，非凡者仲喺第二位。咁呢個時候內檔啊，紅旗飛將騎上去，哇！喺出邊咧，嗰啲荷蘭風車咧就頂住滿咗而來，出去三碟喎。中間啲滿風成人生，有啲跟唔住咁嘅。咁啊，內檔金武士啊，通勝啊，都打噶啦，走出外檔。然之後就金樽輝煌可攻可守，金力勝包咗落尾，變咗當旺財。入到最後直路嘅時候，前面咧大寶富咧差唔多啦，早段都放得快，啲腳步都開始縮咗噶啦。呢個時候代之起荷蘭風車啊，一支箭咁飆出嚟先啦，滿咗而來。咧俾荷蘭風車頂咗出去之後咧，速嗰段就冇啦。反而我當上嚟就通勝後邊上緊嚟有金武士嘅，做100米嘅時候，前面荷蘭風車仲帶住過幾百位睇嚟都贏得啦。後邊爭 Q 係通勝啊，出邊上埋咧仲有風城人生。個 jam 第一名咧，結果咧就呢只嘅荷蘭風車係贏咗噶啦。咁第二名嘅通勝，第三名風城人生，第四名就金武士。3、4、5、6名佢鬥得好激烈嘅，其實都係田泰安努力爭取翻嚟呢個第三。佢都上上落落啊，喺入彎嗰度以為佢都跟唔住啊，騎翻嚟只馬又有嘅喎。但末段騎得最落力嘅佢咯，即係3、4、5、6名嗰幾匹馬之間，咁啊滿載而來成為熱門就唔係好值得噶。一隻未贏過個馬，上一次係抽外檔，佢係上一次攝嚟跑嘅，今次佢係即係走咗去望空。佢就睇嚟都冇乜機會攝啦，早段開始佢攝唔到，買唔到佢。佢上次係起步 half drop， 跟住就一要 drop 先騎咗埋去。咁又加咗個眼罩咧，更加對啲不僵口唔好嘅馬，好似就冇乜幫助咁。一尾馬開個口喺個尾嗰度，咁啊結果去到中間走前啲咯。但係佢嗰個時機唔啱咯，最快段速嗰陣走上去，結果係。咁可能都係只馬又可能已經冇得埋去咧，就有少少想走上去。咁佢呢度就一路慢慢俾佢走上去，佢又唔係真係鬆佢話走好快上去。都唔易搞嘅呢匹，跟住就再俾荷蘭風車呢度，佢都一路佢又喐啦嘛，致命添啊！呢度頂咗佢出去四拉，梗唔會俾你走嘅呢度，梗係頂你噶啦。然後再加埋，其實即係頭先嗰度已經開始，大家一齊出嘅時候咧，就已經有少少挨碰，你重磅你就即係辛苦啲咯，又咁啊變咗你咪提早用乾咗力咯，變成咗係。咁力性嗰啲仲左望右望先，我知邊出嚟。其實佢咁力性，開頭見佢執咗兩步咧，好似冇乜反應，但似乎拍保自己都有啲猶豫，其實又有翻。佢咪左望右望先至打邊咯，咁咪就冇咗個第三四咯。佢最出喎。嗱，我哋又入直路睇下佢啊，嗰度佢有啲走出去啦，打咗幾邊，開頭都 OK 嘅，但係打打跟住呢度又唔知望下望下咁，呢幾步又停咗停。咁咪所以話田泰安個第三咪佢努力爭取到翻嚟咯。嗱，但係林高力升好近㗎，搏上嚟。即係如果你 keep 住個節奏騎嘅話，有啲機會爭到位置喎。爭幾多啫？同第三名。睇呢張相就知啦。第四名就係金武士，不過只金力升其實都唔係落後佢好多啫。分段時間啊，頭段27.54秒，第二段23.99秒，第三段24.51秒，末段24.88秒，總時間1分40.92秒嘅。
個年代不同了，即係以前就不是那麼緊張啲四四五的、我都話以前，譬如一隻馬，你諗住佢最叻都跑第三咧，你唔使貼佢啊嘛，你即係主要中 Q 嘅啫嗰陣時。咁而家唔係啊嘛，由三重彩單啲四連環，即係有機會跑第四嘅，都要擺埋落貼士嗰度。咁啊，所以成日我哋都好留意嗰啲第四五名，佢就莫雷拉，我哋都講過一兩次，即係係咪可以盡力啲跑個第四咧？咁因為關鍵係個彩池啊，所以有時三四五六名嗰啲馬咧，其實佢哋又唔係好緊張，因為可能獎金又差得少，咁但係投注者又緊張。係啊，但係其實小組係灌輸過啊，但係即係你要力拆到底噶嘛，呢個係冇得改變嘅。咁當然啦，頭先拍保個動作，究竟佢點解嗰度會即係少少猶豫望望，可能都唔排除係馬有事。但係如果睇到翻到嚟佢衝得咁勁嘅話咧，個第四佢真係有權攞嘅喎，其實爭少少嘅啫。第三都即係可能近都未定。係啊，第三第四有權攞得到嘅。佢係猶豫咗一陣間啦，不過即係佢即係修正，即係覺得誒冇事之後再繼續騎咧，見到佢好落力嘅，即係可能都係。我想都是入到直路一騎落去的時候，佢個判斷會有少少，可能對個馬有啲抽證唔到佢，即係絕對抽證唔到佢。因為真係不過你買落去嗰啲人咧就，唉，即係冇咗第四咁咯，即係咁啊，係啊，好多時都會有呢啲情況㗎啦。同埋呢啲馬咧，就你見到佢咧，即係比較落後啊，掟到最出啊，然後又衝上嚟有勢咧，你多數都會繼續，即係跟進㗎嘛，係咪啊？希望佢保持到啦，即係希望佢去到而家呢個年紀，八歲咧，唔好話退啦，因為佢八歲轉九歲嘅北半球馬嚟。係啊，不過有可能都係呢一場其實就都算扯得快啲嘅，所以有時又會睇落去咧，就係你後邊咁樣前段落後嘅馬追上嚟，嗰個姿態又會好似吸引啲咁解咯，係咯，都係要留意翻。除佢之外，仲有一匹追得唔錯嘅，即金樽輝煌都追翻幾多㗎啦，係啊，追翻幾多，起步就起步得麻麻地啦，呢只馬係啦。